识的是人气歌谣三明治正版。人气歌谣这个节目，他们那个电视台内部才有贩卖的三明治，所以也就是大家所喜爱的偶像们，他们都靠这个果腹。这个是正版的，便利商店呢，就是看准这个商机推出了类似口味，当然就是正版的味道一定会比较好。emo 他有出来捍卫他的权利。他就很生气的说，之前那些都是盗版的。然后现在呢，他跟乐天百货有合作一些 pop up store， 各大乐天百货，然后都限定贩售大概四五天这样子。他这次是有特别讲说，他们这次会备料丰富的，不会让大家扑空的。我因为今天早上太害怕，我还在那边等百货公司开门。내가수가먹근거바로이맛이야。我喜欢的歌手就是吃这三明治的。이거먹고인사되실게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银沙是最近的流行哦，那就是讲说 insider 吃了以后我就变成内部人了。哈哈，就来开箱呗，2300韩元，它现场一直疯狂，一直在包。你们很手工，还是用保鲜膜？很像那个早餐店会卖的。对，它是三层这样子，鸡蛋沙拉、高丽菜沙拉跟草莓果酱。我觉得它会很甜，我觉得它是走咸甜咸甜风。但韩国咸甜都是甜占60%-70%。你就是藐视那个 Dobogi 那类的。对，你咸甜咸甜，你就要50-50。败家，败家，败家，邓雕，邓雕，败家，你死定了！有物件吃就爱欢喜，好不好？嗯，都好，很甜诶。它高丽菜味很重，我觉得它里面应该再加一个火腿，然后是很咸的那种火腿，就一定很好吃。嗯，笨吗？对啊，你现在推出你自己的三明治了吗？好吗？请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喜纳三明治吃了以后会变成 outsider。他说不上好吃不好吃，可是你就是会一直吃。它的组合真的还蛮新奇的，草莓又是高丽菜酱，又是鸡蛋，不是我的 style。那我还蛮喜欢的，我觉得很清爽。它高丽菜真的超脆，我草莓酱整个爆炸溢出来。不是我的 style， 但我觉得它很清爽，跟觉得很新鲜。是我的 style， 还蛮好吃的，好像可以在吃草莓酱的时候就摄取超多蔬菜的。也确实比我甜，可是也还好啊。好吧，可能是我吃甜能力真的很高。对啊，你就是很会吃甜的、啊。结果就是喜纳德要被我吃掉了，我变 insider 了。我觉得它就是里面要加一块火腿才会好吃啊。它要是里面加一块肉排，是这样咸甜咸甜。台湾早餐里面有新 menu 了，真的。好了，拜拜。小心，阿婆卖款。